这可爱俏年。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真的许志安的家人？都几次的，都几次。哦，你是他哥哥。是，是他哥哥。哦，多谢你参加。多谢，多谢参加。多谢，多谢。Thank you。你目標注視咗啦，因為你係阿許志安哥哥嚟。係係冇錯。你其實係咪都中意咗唱歌好耐㗎啦？同阿安仔一樣。佢比我先嘅嚇。咁其實我都好中意唱歌，唱都中意即係表演下咁啦，係啦。我個名叫戚袋袋袋袋，咁我係2003年嘅香港小姐季軍，我係1998年嗰陣參加過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嘅，咁就入咗8强，今年生日42歲啦。咁我老公同我講 ，This is your last chance。弄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全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。永远啲人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香港小姐，唱歌唱得 OK， 又或者系呢一个系一个主持，唱歌唱得几好。但系我都希望人哋觉得啊，呢个呢个人系唱歌嘅。点解你唔拣广东歌嘅？我觉得我自己唱国语歌好听啲。系咪你讲嘢有懒音啊？可能國語歌，國語歌係唔係國唔係國語歌？國語歌好聽。國語，國語歌好聽。國語，國語歌好聽。係啦，所以你揀廣唔揀廣東歌係啱。吳老師仲要話我有懶音啦，成件事錯曬，我覺得自己直情打爛咗自己個招牌。喂，你同阿呢個好似樣喎，係咪啊？係啦，係咪都有親戚關係咧？係，係啦，譬如我哥咯。是，大家通常會怎樣叫你的？通常叫他Lugo，叫我Evan就可以了，我叫Evan。唱歌方面他就沒什麼提點的，他都演戲好而已，唱歌我想他不懂提點，我要等導師提點我。你覺得你唱歌好一點是吧？我覺得而已，我自己覺得而已。悠悠戚戚春雲不斷，冷冷暖暖一片紅葉。呢首歌是我當年即係同嘅初戀女朋友分手嗰陣時候，嗰下嗰啱啱呢首歌出。咁而家有冇同嗰個女朋友聯絡㗎？分開咗21年之後，撞翻而家成為我太太。哦，所以呢首歌好深刻。痴心愛侶仍難逾越，分開雖不可改變，但更珍惜。一刻目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評判好。咁我係 E-Kiss 嘅前成員林永亮 Alan。好多人都問點解 Alan 你會嚟參加呢個歌唱比賽？其實你已經係一個歌手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就係中意唱歌係冇分話年紀啊、年齡嘅。咁最緊要自己中意嗰樣嘢，就向住嗰個夢想去追夢咯。如真如假。如何分身飾演自己，會將心中的温柔獻出給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還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離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淡定有錢剩啊！啊，你嗰個魚痴嗰個你嗰個做法咧，係可以好聰明咁樣咧避過一下衝出嚟嗰下咧就塔 Q 嘅。係啊，係好好 smart。多謝曬，正啊，好好發揮得好。好，多謝曬張老師，多謝曬李老師。即係大家都認知你就係光頭仔啦，之前都即係出過歌啊咁樣噶嘛，點解會今次又參加呢？真係好耐冇喺大家面前再同大家唱下歌，準備咗一啲之前想唱但冇同大家唱嘅歌。但你因為你之前係一個歌手身份啊嘛，你面對住啲評判嘅時候，會唔會覺得啊佢哋可能對你嘅要求都會高啲咧？冇咁啦，俾下面啦，我喊㗎等陣。各位評委老師好。我睇過你啲戲喎，我好細個，成日聽你寫嗰啲歌嘅。我細個唔好咁講，我成日聽阿媽嗰啲歌真。咁我都有成日聽，咁我細個嘅時候都已經聽㗎啦。啊，你嗰陣時係光頭仔童星嚟嘅喎，係，一直到而家先至即係攞翻唱歌嘅夢想。我想除咗話俾人聽我係一個演員，其實我都中意唱歌。
有着我，有着你，天路地路也好，转悲离喜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阿邓生，点解你会参加今次嘅比赛？我都想知。点解你会嚟参加？早几年妈妈过身，咁就想有机会，如果有幸可以喺舞台上咧，就献俾母亲同父亲。孩儿可知相亲多苦恼，你每每放纵与放任，让着自立上高飞远奔。但呢首歌，我觉得佢都唱到嗰种，因为唱俾父母听啊嘛。有啲歌咧，你睇一啲歌词咧，真系好入心啊吓！你唱歌一定要自己都有嗰个感觉咧，然后所以令人哋感觉咯。我真系想你对住个 camera。同阿祥哥同祥嫂講兩句説話得唔得啊？感激父母啦，因為到中年感受好多感受係回憶啊咁，咁啊亦都希望有機會做實，即係鼓勵我覺得自己兩個仔啦，要對父母嘅愛感恩啦。啊，多謝你。